这个是肉松小贝，已经被我加热过了。那葫芦昨天买的，已经有点化了。这里面是米饭、糯米。这个是奥利奥的，这个是红豆卷，跟大家红豆卷，还有肉松卷，这个是那个虎皮卷，喝口水。每次吃东西必须要喝水，要不然噎得慌。下面就是沙拉酱。沙拉酱是 那种零脂的沙拉酱，我还没吃过这个沙拉酱，我才买的。这个虎皮卷就只有面包味儿，这个拿破的，里面有葡萄，葡萄一个。
后呢，还挺好吃的这个，拜拜拜拜。